今天呢，我们要来玩一张小品解谜。这张地图呢，它的名字叫做《大野狼与七只小绵羊》，就是我们听到的那个童话故事。今天谁是大野狼，谁是小绵羊呢？哎呦，那这张地图呢，是在巴哈姆特上面看到两个小萌妹子住的，可以踩上去吗？我想听故事，Miso。Miso 是其中一个人，另外一个叫 Molly。好啊，好啊，我念给你听。从前，从前有一只大野狼。然后 Miso 手上的书闪烁了一下，有一种神奇的感觉吸引着你。你很想拿起这本书来看看，哇，好酷啊，超酷的！你不觉得台湾的地图真的是越做越精致吗？有，真的有，甚至有些地图，我觉得它的品质都比国外的地图还来得好很多，哎，超棒的 ！Yeah， 我觉得我们今天找到一张好地图了。那今天这应该是合作类型的，是啊，应该是吧？我们先来看一下这边有书籍，里面有一本作者的话是 Miso， 哎，等一下，刚刚不是要拿这本书吗？这本书是很神奇的书，等一下再拿回来。哦，好好好，请务必阅读所有书籍。对对对 ，OK， 因为很多书啊，每个人都可以拿一本。好，拿七本。你好，这是一张由 Miso 还有 Molly 共同制作的地图，由于是第一次制作地图，如果有任何问题，请都不提字。哇哦，为了不影响游戏，这才是第一次制作地图的应该要有的品质，好不好？影响游戏品质，请安装材质包，是音乐正常播放。然后第二页上面写，注意事项，请在剧情跑完之后再移动，避免文字重叠，请不要故意刺杀，听到了没？是，请不要尝试跑到场景外，请不要作弊 ，bug 除外，请抱着愉快的心情游玩。好，没问题。Okay. 然后这里好像可以测试东西耶，也帮我测试看看资源包啊。哦，一首歌。他说。哦，没了，刚刚附身啊，了解，好酷啊，这个功能还是很完善的。然后难易度我们要调整一下吗？调整。嗯，如果看到中间有快速，代表难易度设定完成。好，吓到我了。好，然后这边还有两本，就是我们来看一下右边那个游戏设定，我们已经设定好了地图介绍，来看一下地图介绍里面写什么，草船出来啊！在研究它是真的还是假的，是不是？对，这是一张有着小小剧情、讲物品为主的巡洋游戏，故事改编自格林童话《大野狼与七只小羊》。那等一下，我们谁要当大野狼？羽毛当大野狼，好不好？为什么？你是大野狼，我那么可爱。哦，可能叫某只小羊。到达哪个地点的时候会告知此处的物品数量，在画面右边会显示重要道具的发现量。OK， 分成三种：一般道具、重要道具。使用方法：将物品放置于副手。了解，乘坐物品，个人喜好，纯属娱乐。提示：观察物品的描述以了解使用方式。有些物品不是可以直接拿。都不一定藏在箱子里面。了解。好，看完了那么多书，要从哪里开始啊？这里吗？是 welcome 这个地方开始吗？其实我不知道从哪里开始。哇，卡关了。地方看看好了。M C 呢？神奇的书啦！对哦，神奇的书。都忘记了，我拿了哦。好。嗨，发现了重要的道具、欸，为什么是你啊？我怎么那么厉害啊？你站在比较前面，我好强哦！你走开啊！大野狼与七只小羊，然后嘞，你该不现在就在解谜了吧？没，还是可以，没，不行，没，那个上面有写什么吗？书打不开，它是一个附魔书哦。没，要将道具置于副手使用啦。哦，有，完全没注意到，有哎，那我放了哦，来哦 ，3, 2, 1，放。哦，对，他使用道具好酷啊！哦，你下来，突然发出强烈的光芒，就我当旁白好了。然后羽毛说：“哇，羽毛是大野狼哦。”突然间来到了一个神秘的空间，好酷啊！哇，自带 BGM， 怎么是我们放的？欢迎来到童话故事。你今日的故事是《大野狼与七只小羊》，请挑选一套大野狼服装到后面的更衣室换上。群员更换完毕之后，向我领取开启故事之门的钥匙。好酷啊！哇！你看这边。哇！一套装逼套装西套是 Bendy， 我要穿 Bendy。不用什么来，我可以穿 Bendy 吗？好啊， Bendy， 那你穿那个 Bendy。怎么穿？右键。感觉就要穿这个啊？为什么？我把声音调小声一点点好了。我要调啊！好，好多了，好多了。哦、啊，这里，这是换装间 ，Bendy 套装。哦哦，更衣间。哇！我是 Bendy 大野狼。哦，大家都是大野狼。
结果我们三只都是大野狼。对啊，哇，可爱哦！我不是小绵羊吗？那要跟他拿钥匙是不是？你手上那是钥匙还是花朵？那是棒棒糖。这套服装很适合你哎、欸，谢谢哦。钥匙在这里，祝你有欢愉快。他们两个好可爱啊！哦。对了，故事里有很多很有趣的东西，记得带一些礼物回来给我哦。恭喜团团发，为什么又是团团？很好强哦。在这里，钥匙在这里。那你去开门，那你去开门。好，我看一下哦。使用方式按 F 吧。门边使用按 F。哦，还有开门声呢。哇！故事之门打开了。走走走走走。哦！快进来，快进来。好酷，好酷，好酷！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！大野狼与七只小羊，哇，都是子弹 BGM， 太猛了，太酷啦！哇，咕噜咕噜，肚子饿的声音，大野狼，好饿、哦，可恶，已经一个礼拜没有吃东西了，再不吃点东西就要饿死了，想吃？咦，前面好像什么味道，好香。好猥琐、哦，不快乐，其实前面看看好了。变态大野狼，可以走。所以现在在森林里面，我们要找东西，对不对？小妹妹，香香的味道，妹妹的味道。哎、欸，地点门口，物品数量零个、哦。大野狼朝着香味慢慢走过去，看到了一栋房子。点点点，嗯，哎、欸，咦，那是，我的鼻子还突然断掉。屋内突然传来了声音，咦，羊妈妈，羊妈妈，快跑团！孩子们啊，妈咪要出门喽！好的，妈咪。嘿嘿嘿，发现猎物了，要小心一点，不要被发现了。OK， 大羊迅速的躲进一旁的草丛里面。孩子们，附送一次安全守则哦！不要打开陌生人的门，小心打笨狼。好乖啊，金孙们，在妈妈回来之前绝对不能开门哦！羊妈妈出门了，我看不到羊妈妈出门，我都点，我也看不到，我也看不到。点点点 ，OK， 可以看到了。点点点，可恶，竟然敢说我的坏话！算了，你们要得意也只能趁现在了。大野狼蹑手蹑脚的往屋子里面走过去。哎呦，哦，门口哪里？物品数量零。大野狼走到了门前，敲敲门，敲敲敲，可可可。可可可，再一次好了，敲敲敲。孩子们，妈咪回来了哟。哇，好棒啊！好可爱哦，孩子们，是在 BGM 的。哇！你们快过来听一次大笨狼！我才不笨呢！这是什么 BGM 啊？嗯，不对，我不是大笨狼，我是你们的妈咪啊！胡说，妈咪的声音才没有那么难听嘞！对啊对啊，我才不会被骗嘞！是恶魔吧？你们这群臭羊，呜呜呜，给我等着，我就会把你们吃掉。小羊们没有继续理会大野狼，好可怜哦。可恶，目前好像没有办法进去。太好笑了，这地好猛啊！哎、欸，真的很有哎、欸。对啊，呜呜呜呜，好饿啊，呜呜呜。我们改吃素好不好？继续待在这里也不是办法。嗯哼。点，我要找个地方。哦呦，去前面看看，还有什么食物好了。OK， 哎，真的要吃草了。对，应该可以散开了吧？我们去找找看有没有。嗯，这里。哎，点，好像有什么香香的味道。大野狼经不起诱惑，不自觉的朝前方走过去。点，好香，好香，嘿嘿嘿，好不舒服啊！真的是变态啊！哎，世界怎么在旋转？忽然在晕眩，大野狼昏了过去。点，奇怪，怎么这么热？这是什么剧情啊？对啊，怪怪的，烧起来了！哇，烫死啦！我还是绝招，修！哦，我们煮了，出来！啊，跳出锅子！大野狼慌忙的跳出锅子。哦，好险，差点被煮熟了，我怎么昏倒呢？有只猪哎、欸！
Hello 蜘蛛，噔噔噔，毕竟我用好多次哦。难道说是刚刚那个奇怪的香味？可恶，到底是谁陷害我的？紫色喷雾吗？咦咦咦，这只蜘蛛怎么有点眼熟？哪是你？就是迈特。我不会吧？这里难道是那个女巫的家？我被女巫绑架啊！对啊，听说那个女巫最喜欢用动物那种掉水了，再不快点逃走，一定被踩掉！这什么剧情啊？大笨狼啊！哇！等等，女巫的话，说不定可以在这里找到有用的东西。哎呀，地点、哦、有了有了，女巫的家。提示：物品数量，重要道具四个，沉重道具两个。开奖！开始了，开始了，开始了！奇怪的药水找到了。走开！蝙蝠，我拿到奇怪的药水 C。我是 A。我是。我们好强啊！我不是哦，我是 B。我们好猛啊！哇！三个来，我们要找到四个，对不对？对对对。团团刚在哪里找到了？箱子里面。下面的箱子，对。你看，它是双层箱哦。对，哎，是吗？不是不是，单层的。它会不会有双层箱啊？有点感觉，可以看一下。感觉都是单层的。嗯，我们的模式是什么模式啊 ？Game Mode Two 吗？好像是。你在干嘛？我是大笨狼啊！你要去哪里呀、啊？下面有东西，下面有东西，下面有东西。没有，我要拿东西。哦，这可以打掉。我找到了，在这里。哦，那什么，拿一下。奇怪的东西，这样就几个了，四个嘞。说有四个重要道具，还有两个成就物品。一二三四，哎，四个都找到了。那下面这是什么？差物品没找到，成就物品吧？哦，成就物品哎，一个月没洗的内裤。哎、欸，你跑去哪里啊？我不知道这里是哪里。哦、阁楼吗？阁楼哎、欸，阁楼哎。Hello、哦。不要啊！不要啊！不要啊！所以我们药水要干嘛？他有说吗？哦，放在副手使用。那我们就交给一个人来使用好了，好不好？好。交给谁嘞？交给我好了，好不好？对，给你，给你。好，那交给我。阿里嘎多，我要合成咯。内裤好，内裤不用了，謝謝好恶啊！收起来，好了。那另外一个成就就没关系了，来，好吧，使用。哦、我喝掉哎、欸，哎呦，好、哎、痛！死毒药，死毒药！再喝另外一个，嘿，大野狼中毒了。这个又是什么？什么事情都没有。点点点，好了。BJ 怎么突然停了？怪怪的。点点点，怎么了？怎么了？哎、啊，怎么了？大野狼觉得蜘蛛草蜘蛛蜘蛛感受到你散发出的魅力，忍不住朝你扑来！啊！救命啊！救命啊！怎么样？哇！哈哈哈！这游戏好闹啊！啊啊！糟了！我不小心把女巫最心爱的宠物杀了！哇！被他发现就完蛋了！但是女巫回来之前赶快逃走，我的眼哪出啊，哎呦，可以离开了吗？哥，我们要把四瓶药喝完啊。那我继续喝，好，咕噜，点我的 BGM 好强啊、哦、今天的这部影片里面的所有的 BGM 都不是我们上的，真的，这瓶药水好像没什么。诶，我的声音怎么变得如此美妙？太好了，耶、yeah! ！哇，变妈妈的声音了，这样说不定就能骗过那些臭羊了。小精灵们要离开吗？如果确定要走的话，使用这根羽毛，哪一根？这根，这根，这边，这根，就可以返回羽毛、啊、就可以返回小羊家。我再喝一罐好不好？好、啊、好、啊，把这好好笑哦，喝掉，咕噜噜，啊！好恶心的味道！大野狼觉得肚子有点不太对劲，可这样多久啊？好多了。好了好了好了，喝了太多药水，大野狼觉得会有点疼，忍不住呕吐了一番。行，糟了，这个不能被女巫看到啊！点点点，我们还是快点逃去小羊的家吧。对了，用刚刚的空瓶子装起来吧。哦，空瓶子。什么？太恶心了！哇！哇！原来这个呕吐，这样我全部都找到了、欸。哦，黏住了，啊、好强啊！好猛啊、哦！呕吐在谁身上啊？这里羽毛。那我们去小羊家吧，离开这个恐怖的地方。走，小羊家， Go! 小羊家，副手 ，Go！ 啾啾啾！
真的要离开吧？要啊，确定换我再使用一次吧。好，步数确定耶。传送中、哦，好酷的地图啊、哦！他连传送都做得很棒，天哪、啊嗯，好赞哦！大野狼兴致冲冲的跑到门前，敲敲敲敲敲敲，你要用美妙的声音哦，可可可，可可可，可可可，孩子们，妈妈回来了哟！好不舒服哦！孩子们，点点点。咦，是妈咪的声音耶！真的哎，赶快开门让妈咪进来吧！怎么听起来那么像屋、哦？等等，你们仔细看看，是大野狼的张角。哎、欸，对耶，好臭哦！这是大笨狼，又想骗我们，我才不会上当嘞！哇！啊、气死我了！就跟你们说，我不笨了，我再也不想你们吃你们这些没水准的臭羊，再见。笑羊继续领会大爷了，别别别！可恶！你可以骗我，还可以骗我。那些家伙害我越来越饿了。OK 。哦，好笑、哦，好饿啊、哦。我的脸颊好痛啊！哦哦，对了对了对了 ，OK， 前面刚刚在前面好像有看到一条岔路啊，说不定直走右转可以找到其他食物。好，那跟着我走，我们这边直走右转，好像还有一条路可以走。前面是女巫家嘛？应该是这里。哇、哦，好酷！他把它做的很细致哎。对啊，第一张做了地图哎、欸。哦啊啊啊！好痛我的脚！哇，歪卡。大野狼踩到地上的捕兽夹，这怎么会做东西啊？大野狼透得晕了过去，又晕过去，点点点，点点点，点点点，好痛哦！外卡，好可爱的游戏哦！哇，这里又是哪里？我们在锅子里吗？啊，没有没有没有，吓我一大跳！哦，是谁把我绑在这里？我们被绑起来！哇，你看旁边有斧头啊！小狗是团团。你醒啦，这里是主人家，他是猎人哦。哇，我们去准备柴火了，你再休息一下，等他回来就会把你杀掉喽。哇靠，等等等等等一下，不要杀我啊，我的肉又臭又难吃。哇靠，你讲而且我们算是同类吧，你能杀你的朋友吧，拜托救救我。同类不行，我是绝对不会背叛主人的。对对对，不不不，不然不然这边不然这样好了，我这有瓶神奇的药水、欸，喝它之后马上就会充满魅力哦，所有人都会为你神魂颠倒。如果你帮我咬断绳子，我就把这瓶药水送给你。是我刚才呕吐物吗？是哎、欸，点点点点点点，哎呀，它发出声音了、欸，真的吗？哇！我马上帮你解开！哇，这皮具好猛啊！快点给我！天哪、啊！我麦克玩那么久，第一次看到这么猛的地图啊！好好笑、啊！这个小狗立刻被大野狼收买了。大野狼失去了喝剩下一半的药水 C。呼，终于得救了！我可以出去了吗？好像还不行，还要再等一下下。猎人家说不定什么东西可以吃。趁他回来之前搜刮一些东西吧。你饥不择食了是不是？你最好在主人回来之前逃走哦。好，数量物品，重要道具一个，辅助道具一个。你看那只狗的名字，单身狗。我靠，这地图的斧头可以拿吗？重要物品一个，这里有隐藏箱哎、欸，有哎、欸，解开一个一叠衣服。What？ 还有乡下箱吗？也需要看一下，看一下。红炉没东西。下面那个是裤子，衣服跟裤子。三个箱子，三个箱子。哦，那第三个交给你了。是乡下乡下乡吗？乡下乡下乡没有东西。哦。第二层也没有，第三层也没有，都没有。对，这里有张、哦，野兔的战利品。野兔战利品、哦，兔耳朵，野兔战利品，感觉不是很重要。猪皮，猪皮战利品。哦。野狼战利品。发臭的血，有五十弹，哦，那是一个匣子吧？不是，这上面有没有啊？有没有机会、哦？太难找了吧？哦，老虎的心脏开始有难度喽。
蛇皮蟒蛇战利品，这是开到外面去，这上面呢，哦，有个箱子在那里，哪里？你们过来这个地方看，天花板上面，哎，有哎，有哎，有哎，破案，拿不到，点得到吗？点不到，哇渣渣，拿不到，好难哦，哇渣，超难的，哇，我换个位置好了，好，你换位置，快去，快去，哇，哇。哦，开到了！哦，卡在墙壁里面的老鼠干，肉品，好吃，老鼠干，吃啊！所以这个是成就，不是我们继续往前走的东西。哈，打工啊？应该不会吧？湖里面，哎，不行啊！斗鱼嘞，斗鱼嘞，的的，还会藏在哪里嘞？对啊，哦，这里还有箱子，就干嘛的呢？哦，白羊套装重要道具，请将道具置于副手使用。得到白羊套装了，耶！成白羊吗？我用了，嘿，好。哒哒哒哒，惊叹号！这个是，我没有变啊，这是什么？带哇！变的啦！怎么样，兄弟？我们看起来像不像羊？兴奋的披上了羊皮。看起来完全就像一只羊啊！太好了，这次绝对没问题。呵呵，看我给那些家伙一点颜色瞧瞧。太好笑了吗？要离开吗？离开，离开，离开！确定要走的话，使用这根羽毛就可以回去喽。团团身上，好，好酷啊！真的要离开了吗？如果要离开的话，就再使用一次吧。好，来，离开。好酷的地图啊！忘了地点门口。大野狼再次回到了门口，哇！你看外面都黑了、欸。嗯，可可可，可可，点点点，孩子们，妈咪回来了哟。没声音，孩子们，点点点，哇！是妈咪不容易哎，妈咪回来了，哇！脚也白白的，真的是妈咪哎。我们快点开门吧，大家快一点吧！哇，等一下，好像不太对劲。怎么了？妈咪家不是有钥匙吗？他不是妈咪，不要开门！哇，好聪明啊！点点点，点点点，点点点，这边就好烦哦，超嘲讽的，真的。点点点。哎呀，妈咪只是不小心弄丢钥匙而已啦。这个点太久了啦，快点开门啦，妈咪好冷哦。对啊，妈咪只是弄丢钥匙而已，快点让妈咪进来啦。可是，没有的。小羊皮把话说完，小羊们打开了大门。哇，我终于进来啦！你们这些臭羊，我吃掉你们！哇！是大笨狼啊！大家快点躲起来！躲吧，尽管躲吧！哇哈哈！我一个一个把你们找出来吃掉！哇哈哈！好笑哦！进去了吗 ？OK， 进来了。地点：客厅。物品数量：成就物品一个，重要道具四个，包含钥匙。我们的背景音乐居然是要配这个，好烦哦！小羊，只要找到四只小羊，对不对？嗯。单稻草干，有乡下乡吗？有哎、欸，作者好爱乡下乡哦。哦，这里有东西。比较好长吧？这是，不对，这是乡下乡下乡，又是乡下乡，下乡。哇，你是站上去的、啊、？Oh my god！ 哎，这里没东西吗？找到钥匙了，卧室的钥匙，我找到钥匙了。哦，下面有啊，下面有箱子。开不了，不是开不了，没东西。在下面，在下面也没有吗？我没看，换你看，我没看到啊！哇！我们是大野狼，我们是来破坏的，好不好？对、嗯，有东西吗？哦，有东西！我找到小羊了，小羊歪啊！哇！吃掉，吃掉，吃掉！来餐桌，来餐桌，来来来来来来，吃吃吃，一起一个，嗯。喵喵喵喵！哦，小妖怪身上传来烤焦味。大笨狼，你终于找到我啦！如果再慢一点的话，我的毛都会烧光。你干嘛、啊？居然躲在壁炉里！
呵呵，我就是把你吃掉。戴老板，手球的手要我一口吞进肚子里。嘿嘿嘿，真好吃，赶快去找其他羊吧。对啊，一只了，一只了 ，three more， three more。哼，小羊们，小羊们，角落呢？看一下。对，我是在看上面是不是有洞啊？上面有洞呀、啊！哎，有有有！哦，还真的有啊！有哇！有小羊哎呀！吃掉，吃掉，吃掉！围炉，围炉，围炉！来，谁到？戴狼好不容易把小羊哎抓了出来，你到底怎么钻进那个小洞里的呀？嘿嘿嘿，让我们来享用你吧！哇，救命啊！戴狼把挣扎的小羊哎吞进了肚子里面，嘿嘿嘿，真好吃！赶快去找其他羊吧！好酷啊！好，所以我们这边还有两个，还有两个，两个还是要去卧室啊，还是可以去隔壁，可能可以去隔壁耶、欸。好、啊，那我们去隔壁吧。嘿，你开门了吗？卧室的门打开了，哦，可以了，可以了。哦，不对啊，不一样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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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是还有两只在这里。哪里？桌子底下我看过了吗？桌子底下有箱子，然后看一下，看一下，这是什么？小羊儿。小羊二哦，吃，然后狗在桌面上鼻子，哇！小羊啊，围炉！小羊啊卡在桌子底下，大野狼费了好大的劲才把它拉出来。你这只羊也太胖了吧！刚好可以让我饱餐一顿呐！哇！救命啊！大野狼把肥胖的小羊儿一口吞进肚子里。嘿嘿嘿，真好吃！哇，赶紧继续找小羊吧。所以还缺一只，对不对？他说有几只？总共有四只。四个包含钥匙，我们已经找到钥匙了。只差成就，只差成就。成就的话，哦，成就就是鼻屎，鼻屎都有哎、欸，都有了，都有了。哇、哦，所以再来是这里。这间房间的话是三个成就物品跟四个重要道具，包含钥匙，所以应该有三只小羊。三六，刚才六只，六只羊哎、欸！哇、哦，哇，这是小羊睡的地方吗？好可爱哦！哇，你看，三只大野狼，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我找到小羊屁了！我真的找到，在那上面天花板，你有看到？吃掉它，吃掉它！好，小羊屁，小羊屁有。围炉，围炉，来，围围围围，来来来，这是他们的卧室，好，走开啦！小羊皮用力踢了大野狼一脚，从屋顶跳了下去。可恶，被他逃掉了。哇！这时小羊皮身上掉下来了一把钥匙。哦，在哪里？谁身上？哪里没有、欸哦？在地上，在地上，在地上，这里啦！真的在地上哦，好酷啊！捡到了浴池的钥匙，好，先解锁。我们等一下再过去好了，好不好 ？OK OK OK， 先解锁。好，浴池的门打开了，好卡。哇、哦，还缺几只小羊？嗯、还缺两只小羊。嗯，这是什么地方？橱柜吗？对，衣柜。好笑哦。哦，有箱子。哦，看一下，看一下。箱下，箱下，箱吗？箱上，箱上，箱吗？对，箱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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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找到了。哦，还有啊，小羊鸡，小羊鸡。喂，卢、欸，喂，卢，喂，卢，喂，卢，吃掉。好，妈，小羊去痛苦的抽搐着，能不能？好难受。小羊就因为躲在衣柜里面太久，闷的不能够呼吸。跌跌跌，挂了。抽搐的。太阳跌跌跌。都在干嘛？大狼把昏厥的小羊去一口吞进了肚子里。嘿嘿，真好吃！剩一只小羊，去找小羊吧。还有一只，这里书自己的画后面看过了吗？没有。这里有一个，我找到。哎呦，整叠的零分考卷，还有迷的小黄书，珍藏版，珍藏版。我该。哦，对哦，这里还有箱子。哎、欸，小羊，我找到了，找到了，在这边的乡下，乡下里面，乡下，乡下，乡吗？对，又是乡下乡啊！来来来，吃吧！乡下，乡下，乡下乡，来喽！吃吃吃吃！小羊欧睡得很熟，他在干嘛啦？
大野狼点点点，居然睡着了。这只羊也太夸张了吧！趁它还在睡的时候，赶快把它吃掉吧。这只喜欢睡觉的羊哎，大野狼把睡着的小羊哦一口吞进了肚子里面，嘿嘿，真好吃，赶快去找其他羊吧。那这里的东西都找到了，这里有几个成就啊？这里的成就我们找到了两 个吗？他说有三个，是这个吗？这个是成就吗？不是，没关系吧？其实我们不用这么在意成就的。等一下这边写一个，我把我的私房钱藏到最高的地方，孩子们绝对找不到。私房钱最高的地方，最高的地方，感觉就是上面啊。我也觉得感觉是上面。把私房钱藏在最高的地方，最高的地方就找不到。我们好像就缺这个了，对吧？嗯，感觉是。最高的地方，最高的地方感觉就是那个箱子啊，可是刚刚看到那箱子没有哎、欸，不会是那个箱子后面还有箱吧？不会吧？哇，太难了吧？看一下，你看一下，上去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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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三个和一个，五、小绵羊。所以刚刚有一只羊跑走，对吧？就还缺两只羊。嗯，对，两只羊，两只羊，两只羊。噔噔这里会有吗？哎呦，成就，挪下去了。好、啊，哎呀，好厉害啊！在浴池大便哦。嘿咻，上面有东西哦，哦有箱子。哦，哪里？这里。哦，得到了哦，羊妈的私房钱！哎、欸，原来这里，在这里啦！是呀、哦，所以这个是那一个关卡的。那这个关卡的重成就物品有三个，前面找到一个，然后跟一个重要道具，有找到一个，又找到一个哦，橘子，小马霉菌的橘子，哇，酷哎！还缺一个，还缺一个，加油加油！现在最重要的小羊呢？这个是什么？好会躲哦，这铁针吗？哦，这漏斗哎、欸，我找到了小羊 F 啊，不是小羊 B， 哎呦哎呦，哈啦，小羊 B， 那我们还缺一个哎、欸，嗯，可恶，想找到，可恶，想找到，水里面看过了吗？有，水里面看过了，上面那个是那个，哼，漏，那个是漏斗哎、欸，好阴险哦，对啊。想找到，我下去看看好了。嗯，哎呦，我们要在哪里享用这个啊？这里啦，这里是温泉。对啊，我们在这边泡温泉。哇，小羊冰，好好吃。喵喵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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哦，这时候传来一阵臭味。你这只羊也太臭了吧！好恶心哦。不过还是要吃掉你。喵喵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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哇，救命啊！大野狼把很臭的小羊鼻一口吞进了肚子里。哦，真难吃，好恶啊！赶紧去养其他羊吧，还缺一只哎、欸。还有其他羊，这已经逛完啦。其他羊在哪里？对啊，好、哦、啊，吃饱了吗？还没啊，还有一只羊啊。如果要离开的话，使用这根羽毛就可以离开小羊家哦。哦，好啊，离开吗？好，哎呼，离开，再一次，离开。离开，要确定话再使用。哎、欸，怎么搬到我这里了？离开，传送中。酷，池塘边物品数量零个。大野狼来到了池塘边。嗯、哦，吃的真饱。点点点，点点点。嗯，好困。糟了，没不要，小睡一下好了。不要。点点点，大野狼睡着了，不要，哇，超不要，我的肚子，完了，我的肚子，点点点，点点点，好像有什么声音，妈咪，就是他，可恶，哦，这是羊妈妈，这是羊妈妈，哦。妈咪就是他，哎、欸，可恶！不是，好大的胆子啊！居然敢用羊皮扮成羊，敢吃掉我的孩子，看我怎么收拾你！大野狼感觉到肚子传来一阵剧痛，什么？哇！大野狼成功了！大野狼惊醒了，惊叹号！
羊爸爸，我不会放过你的！哇，救命啊！那一只小小羊啊，大老捡起了一只树枝准备硬插。啊什么鬼？我打羊爸爸，打羊爸爸，打羊爸爸！羊爸爸是谁啊？你们都找到我是羊妈妈、啊！不要揍我，不要揍我！不要揍我人了啦！打羊妈妈，小屁，小屁好凶！我们跟小屁打，揍小屁，小屁我躲到水里。揍羊妈妈，快小，他速度好快。好小，让你缓速，让你缓速。啊！我把小屁挂掉了，小屁挂掉。你，你居然杀了我的孩子！我居然饶不了你！然后我他也挂了。哎，不对，他变成愤怒的羊妈妈。揍他！愤怒的羊妈妈。走啊！哇，好痛啊！哇，好凶啊！会，我要喊！我拿小羊打我们三只大野狼，打我们三只大野狼，打我们三只大野狼！你居然打得赢吗？你居然打得赢吗？揍他！我也忘了，我也想他，吃掉羊妈妈，吃掉羊妈妈！这件事，大野狼的胜利。打打呀！他好强啊！他好强哦！快快快快！哇！快快啊！尊重你脚，快快！羊妈妈你好硬啊，羊妈妈！对啊，羊妈妈好硬哦！你的肉质，你们没有棒棒吗？没有没有没有，只有我有棒棒。我现在是在拿小羊 P 的尸体打他。哇！不会，结局会不会会不会我们要先干掉羊妈妈再干掉？哦，有了！哇！哦，童话世界。于是大野狼击败了小羊妹妹，还有羊妹妹。我在讲什么？小羊皮，并获得了很多很多的食物，从此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。可喜可贺，可喜可贺！耶！小心你们合上了故事书。这个结局真是太棒了！完成了，恭喜你们完成故事。大野狼与七只小羊，这把钥匙给你。使用它就可以回到现实了哦！哦，返回现实，羽毛身上哪里？这声音好可爱哦！我没有啊，我也没有哎、欸哦，在我身上，在我身上，我好吓到！我要使用了，好好，返回现实。哦，通往现实的门打开了，它要靠近才会消失哎、欸，嗯，酷哦，好酷啊！走了，走喽，现实去了，羽毛不想回来了吗？现实世界。耶、yeah! ！这是哪里？最后成就展示区，哎，要把成就放上去。呀呀呀呀呀！我们看看有没有收集到所有成就。先从第一个，好，一个月的内裤，有，有就有。大野狼的呕吐物，谁身上？有。卡在墙壁里面的老鼠干，有。在我这里。然后说哦，狗在桌面下的鼻子，有。整叠的零分考卷，有。迷的小黄书珍藏版，有。哇，智齿，智齿没有，没有。哇、欸，我们擦他那个是不是啊？智齿会不会在枕头底下？就是那一群，那个一大堆一大堆床后面的箱子里面的某一个箱子，有可能、哦。我没去翻，可惜了。羊妈妈的私房钱，有有。哎、欸，长满霉菌的橘子，有，好可惜哦。哇，最后一个，我用智齿换，你知道有时候那个智齿啊，不是都会有小天使来换东西吗？嗯，如果小羊皮啊放了智齿在下面，而我是那个牙仙子的话，我会给他妈妈的肉。好 ，OK， 那这次影片就到这边喽。如果喜欢我的影片，可以点一下喜欢，并且分享出去给更多朋友。想继续收看的，可以点一下帅气的订阅，爬出直播边点铃铛按钮。我是羽毛，我们下部影片再见喽。拜拜。